Hello， 我是秦女侠。今天是马来西亚全国武术集训营的第一天，这也是马来西亚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训练营。现在才刚刚开始活动，他们就被国家队第一个热身的动作给难住了。其实这个动作也不算是什么难度动作，它主要是练习的你大脑控制两只脚的能力。在比如说你过去的时候，左脚是脚后跟转，那右脚就是脚尖转，然后下一步的时候呢，左脚换成了脚尖转，右脚就要换成脚跟转。很多周队的孩子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动作，所以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就一下子协调性就很糟糕，大脑就不能快速地把这个指令发给自己的两只脚，所以就一下子愣在那里了。做多了之后也就熟练了。集训营才刚刚开始，加油吧，少年！